了挑战1142人同时骑乘独轮车的金氏世界纪录，在今天呢号召了1500人一块的来骑独轮车，而每一名参赛者都必须要连续骑车500公尺以上才算过关。如此壮观的场面，其实在人数方面已经超过纪录了。加油！哨音响起，大手一挥，上千名独轮车选手依序的往前骑。有人卖力踩着踏板向前猛冲，有人和朋友手搭着手边骑边聊天，就怕不小心会失去平衡。现在左手臂1302，很棒哦，加油！为了挑战最多人骑独轮车的金氏纪录，主办单位封闭整条大马路举办大会师的活动，无论大朋友小朋友，为了打破纪录，全都拼了。我学一两年了，骑的时候那个要技术啦。下坡上坡最难的是不是？对，就是下坡的话怕滑下去。能不能破纪录或许没那么重要，可以在假日和家人一起上街骑骑独轮车，运动流汗才是最难得的享受。中天新闻简政凤林敏珍桃园采访报道。